来，各位大家今天心情好吗？要来分享一下我想要对这台车的稍稍的一些改装，以它现有的条件哦，然后花最少的钱。第一个我会先改它这两个灯具 ，OK， 它这两个灯具中间啊，这 logo 的这一条白色的粗粗的这一条白色，我会贴成黑色镜面的贴膜。远看的时候，你从后车看的时候，会觉得你后挡玻璃变得比较大，然后感觉视野也会变得比较宽，然后也会觉得，也会让你外面看见来会觉得你车内空间很大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下面的这一个，我会改一个尾视管，哈，一个尾视管。因为它的蒙迪欧套件后面就有一个尾视管的预留孔，哦，我会去虾皮或是哪里买一个白铁的尾视管，哦，装上去之后呢，我觉得让它更有那种小型小钢炮的味道，小型小钢炮的味道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从后面看的时候呢，你的 fit 就会跟人家稍微有点不一样哈，稍微有点不一样，这花最少的钱改变一下你的车子，就是这样子咯，拜拜。